这版本 AD 的伤害不谈，这版本的下路不谈。我要作证。我不是王，我是神，我是更可怕的。 推一下，这波我们下路敢打就结束。 那这东西怎么讲？他就是数值很高哎。帅。打野还可以。一级的时候也是直接把对面给你宰了。还有技了吗？一大波线没吃到。哦。好几个弹幕都在说下路技了，下路技了。
配合打野，还不帮。但这个线还可以，不会掉太多。这种线抓了，但好像没抓，因为线很多。青钢影这东西摆在清真的话，像这种被抓死都是可以接受的。青钢影加到大招加点火，他下一波会更难受。 是不亏，嗯，好吧。因为永远不会动，防守一定。这又是一波抓了，但又好像没抓的感觉。 三项。
去上了推两波去，然后去下。太肉了。现在没家人卫士，哪会出来比之前慢？打断了就死了。帅，太帅了，确实帅。想付出痛苦的代价。我主要很肉啊，我这三百多块，四百的人民币，古恩就给了我400人民币。原来你有大的，卡莎有啊，他不打呀，我操！收割的时候才进场，我操，那下次怎么他妈跟你打？
我不来了，有人。我这样纯搞人，我操！打完你开大进去，以后再死。想着自己收割，这样打都不用玩了。你这样玩谁跟他合住我操。这样没办法跟他合住的。你升个大招，这样我死了，你压进去，然后自己又死了，你还不如一开始直接压进去，对吧？分摊一下火力就行。这样太搞人心态了，我说实话。我刚 Q 上没打到，卢锡安他有那个，卢锡安他有那个娜美的那个移动速度。拿下兄弟们大点吧，王军，挖掘机打得挺好的，说不来还是来。